着火了。我爸住院了，心脏的事儿。你等会儿跟你一起去。我也去。开房进来。爸，你听得见我说话吗？爸，爸，我是不是来晚了？爸，你怎么不等我呀？啊！金叔醒了，哭得忒假了，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那你没事吧？骂人，看来没事。刚才我犯病的时候，我就跟自个儿说：“老金头，你可不能死啊，你得活着。你还有重要的事儿。”没完成啊。什么重要的事儿啊？看着你跟林俏结婚。您有孙子不就得了吗？儿媳妇不儿媳妇的，这事儿不重要。你懂什么呀？你们要是不结婚，没经这明媒正娶，我那孙子他进不了宗谱。凭什么呀？这个那是我亲生的。刚子，刚子，有这个老话，这是老规矩啊。你说，真到了那一天，我这一闭眼一蹬腿那院去了，看见老祖宗。这老祖宗问我，说：“金不换呢？你给咱爱新觉罗家续写家谱了吗？”我怎么说？啊？我说哦，托您福。孙子是有一个，可就是私生的进不了家谱啊。爸，您这行吗？您别吃。哎，我这一激动我难受。慢点。好。哎呀，亲儿子。哎，爸，你就答应爸。明儿上林家把这婚事定了啊。这事儿哎行爸啊，我去行吗？这会儿还是这绝活的书单多了。不插门，咱家去吧。哦，对，哎，家去吧。走，你去医生那儿开个出院手续，快去。啊，回家了，回家了。啊，没事。咱们不急哈 啊！昨儿答应了，今儿一准儿来。哥，这样吧，我呢先把这水烧上，等这姑爷一进门，咱饺子就下锅，好不好？行，我去吧，爸。闺女，你别累坏了啊。没事儿，我都活动挺好的。那我不在这儿待着。好。你什么情况啊？你爸说你答应了他去林俏家，你怎么回事啊？他把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先生一个人？对啊，一个人。那不请我喝一杯？喝几杯都行。来，干！慢
来了。天哪！帅哥，睁睁眼，看看我是谁？你是谁呀？喝了多少？这一晚上折腾的，光吐了。好像还有个姑娘来照顾他了。一会儿给他倒水，一会儿倒垃圾，从房间到这个洗手间来来回回十几趟。听得我都神经衰弱了。那女儿谁啊？我哪知道？我还没看。大少欧巴，小金欧巴，好久不见。是你啊，阿米。昨天晚上是你在照顾刚子。他昨天晚上喝太多了。咖喱给我的乖乖，阿美，你对刚子是真爱啊。你晚上也没休息吧？我愿意。你俩还没吃早餐吧？我先洗个脸，待会儿给你们做啊。我昨晚真的是，哎呦，喝太大了，真的。特怪，我做了个梦呢。梦里林翘照顾我，特别真实，邪了门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呢？这可真喜欢你啊！昨天人林翘你家里还有你爸等你，你放人鸽子，你喝酒去了，你疯了？不是，我开始没喝多，你知道吗？主要就是因为后来我想到林翘，然后我又想到他那个肚子里那孩子。哎，你说这孩子真要生下来，我怎么弄啊？我后来一下就大了。哎呀，阿美，不是这一大早的，你怎么来了？你先说说林翘是谁？不是，那跟你没关系。跟我没关系，跟你有关系是吧？不是，你干嘛来了？我干嘛来了？我都在这一晚上了，你不知道？你吐的那些是谁给你收拾的？你不知道？不是，要合着，昨天晚上是你在照顾我，不是那林翘是吧？金继刚。弄了半天，你已经有人了。不是，你现在连孩子都有了啊！你个花心大萝卜，你个采花大盗。行，我好好照顾你。阿米，去哥哥，你先走好吧。哥哥是好人，哥哥不会骗你的。哥哥说句公道话啊，你们俩分手的时候，林翘还没有出现呢，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了。行了，别说了。金继刚，你给我听着，今天下午4点，跆拳道馆见。你给我好好当回靶子，我放过你。你要敢不来，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不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呀？我。都伤这么重了，还不回家歇着，跑这儿来干嘛呀？行啊，内伤你都看出来了，还贫呢你。我们家现在已经不安全了。怎么了？被黑带小魔女霸占了呀？哎，你说这些女人。现在是不是组团来找我报仇的节奏啊？哥哥，我命得这么惨啊！哎，林翘来了，来坐，坐这儿，慢点啊。刚子，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又来了？你能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啊？我昨天等你一晚上，你也没出现。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谈。哎，刚子，刚子，没事。弟弟，你告诉我，他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坚，在姐的心里啊，你一直是一个诚实耿直的人。我知道有什么事儿你肯定会告诉姐，不会瞒着姐的，是不？说呀。是被一个叫阿美的女的打的，而且还约她下午四点在跆拳道馆要再收拾她一顿。你先踢倒我，再说你俩的事儿。金吉哥，滚！他真是孩儿他妈呀？对对，真的是我孩儿他妈。他肚里孩子是谁的？我的。是真的不？是，指定是真的。我打他，你心疼啊？不废话吗？你还挺护犊子的，是不？这不废话吗？你赶紧滚犊子！嗯？不，这说我呢？不废话吗？林俏，我真没想到你。那我送你回家吧。出租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想自己回去。快走了，走。小健，我跟你说，林俏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神。真是，找老婆就得找这样。哎呀，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拿这个宝贝还当成草。苍天不开眼呀，好白菜都让煮梗了。来了，金叔。金吉刚，你送到哪去？干嘛？金叔，爱新觉罗家的来，让他们丢光了。金叔，你干嘛呀？你千万别生气，最后再气坏了自己啊！他是那么一儿子，我告诉你，我早晚能气死你。拿点冷静点，我爱上他了。我爱上林俏，而且我要娶她。娶她？对，忽悠我。哎，叔，你看你，你还是以前的刚子吗？不是了。那我咋相信你呢？Thank you.
想好了，如果今儿你不去跟我们家敲敲登记啊，我就是绑，我也把你绑进更进去。二叔，这你可是犯法的。你想的行，叔叔我信你，我认你这个女婿。高子，有个事儿，叔叔要跟你说的钱多。您说，之前呢，我跟他妈对你那个态度，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哎，不会往心里去。我们也是为了巧巧好啊。是，我知道。我们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们不能让她受委屈啊。没错，这事跟巧巧没关系啊。没关系，可不带记她仇的。我不会记她仇的，您放心。好。巧巧啊。爸，你再给我点时间吧。不是你这有几个意思哟？其实你没必要这样。我自愿的。我给你一次机会啊，你可以反悔。但是你不能骗我，你是真的想好了吗？真的。对不起啊，想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从昨天你舍身救我的那一下，特别让我，我想就是从那一刻我爱上你。昨天晚上回家以后，我满脑子都是你，我想的全都是你的好，想挡我也挡不住。就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尤其如此，夫复何求。人家嫁闺女，我也嫁闺女。别的要求我没有，就是这结婚典礼说啥都不能少。我立马就找人定日子去，杠杠的。
能把谁给吓死？干杯！哎，刚子，你这是干什么呢？娶媳妇又不是上战场，你也不是头一次结婚，至于的吗？你躲在柜子里干嘛呀？你赶快出来吧！你，我们一票人这么帮你，关键时刻你拿不出手。我告诉你，现在疫情还没有开始，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哎，刚子，你往哪儿跑？哎，这种时候这么多人都已经在了，行了，干什么你们？你说干什么？我背词儿呢，我。客气，这全听亲戚朋友帮忙，指我你都累滋了，我也弄不着。倩倩，哎呀，你看这个婚礼这筹备时间呢，实在是仓促着，有什么不到的，您多担待。哎呀妈，亲家，瞧你这话说的，你说你整的这场面壮观，就跟那意大利的那维纳斯金色大厅似的。你有文化的吗？奥地利维也纳的。啊，对对对，维也纳，我跟你说啊，我跟孩儿他妈啥说的都，就一个字，贼了，德和。哎，亲家满意，就是胜利。是是是，是吧？哎呀，老兄弟，真是。林叔，你得给我进去，咱们得候场了。候场啊？候啥场啊？陪姑娘。就是在上场门那候着，等候着闪亮登场。哎呀，这场得候啊，得候。花大妈，你看，瞧我这整体环境还行哈，不错，还行哈，是吧？啊，挺帅，挺帅，帅呆了。行了，这个好。快赶上新郎官了。哎，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高大上，很荣幸今天呢，我能作为主持人来见证金继光先生和林俏雨小姐的婚礼。下面有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男主人公新郎金继光先生闪亮登场。来来来，快点！看来我们的新郎确实是太激动了啊！哇塞，紧张成这样，腿都软了。你能想象到他能紧张成这样吗？哎呀，我先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今天能来参加我的婚礼，谢谢大家。我相信大家也一定很着急，想一睹新娘的芳容了吧？啊！那就拿出你们的尖叫、呐喊的掌声，一起热烈欢迎新娘闪亮登场！
知道这个，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喜极而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下面最重要的时刻到了，请认真考虑回答我的问话，金金刚先生，你愿不愿意娶你对面的这位美丽大方的林俏小姐为妻？无论将来富有或者是贫穷，健康或者是疾病，我愿意。大点声，我愿意。好，够小。好，下面林俏小姐，你愿意嫁给你对面这位英俊潇洒的金继刚先生为妻吗？无论将来富有或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反对，我反对。不要嫁给他，小李、小王先把这位先生请到一边休息，我们接着要举行婚礼。你们干什么？娇娇，你不要嫁给他！你干什么？不要推我！娇娇，我为了你跟我走。大家不要乱，我婚礼继续进行。娇娇，不要拉我！悄悄，你不要嫁给他！我娇娇，我要生。叫爸，太激动了，乖儿子，太高兴，乖乖乖乖，好了，走。别哭了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都接受得了。季刚，你还记得我们见面那一天吗？那一天我哭得那么伤心，就是因为
彬彬明确地告诉我，他父母为他安排好了今后的生活，去美国，所以我们不得不结束我们两年的感情。他最后去美国，也是因为他爸爸身体不好的原因。可他走了以后，我发现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我不敢告诉我父母，我怕他们担心。我给他的邮箱放了上百封 email， 可是没有收到一封回信。遇见你那一天，是我最难受的一天。你用你的方式安慰我，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你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我本想自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是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就希望能从你那儿得到帮助。刚子，对不起，对不起。哎，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我听明白。我是真傻，傻的我都忘了自己应该去查一查，傻的我还以为这是真爱。刚子，对不起，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今天。刚子，这样，你明天约小人来。我要跟他谈谈。他在呢。哪儿呢？金先生，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误会你大爷！不是我动手的，是你自己摔的。这个就是个混蛋！林俏怀了你的孩子，你自己跑国外去了。他给你打100多个电话你不接，给你发那么多邮件你假装没看见，这是人吗你？没有办法，我也很伤心呢。跟我写邮件的那个邮箱我关闭了，很长时间我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他跟我写了那么多邮件，还烦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就是你这不负责任的劲儿，我告诉你啊，将来谁跟你谁倒霉。林俏，我昨天一宿没睡，你知道吗？啊，我把咱俩这事儿我从头到尾我想了一遍，我特别不能理解。你从表面上看，你那么善良，那么美好，你那么厚道，你那么老实，我觉得你是最不可能骗人的人。你们这俩胖子，你们就是俩骗子，你们俩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你怀着我来找我，根本就是想利用我。什么安心学生，什么福尔摩斯，就是单纯猪。你冷静一下，好吧？这孙子现在回来，他想干什么？那个我已经决定了，我就是要跟俏俏在一起。
我爱他的祖国，我要补偿他这段时间受的所有委屈。我没问你，我问你呢，你怎么想的？你要跟他走吗？ 心情各个非常理解啊，人家一辈子啊，总会遇见那个几件那种恶心的事，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啊。哎，人在江湖混，谁还没吃过几只苍蝇啊？但你不能细嚼啊，你越嚼你越恶心。哎呀，不是恶心。 是伤心，肯定是啊。伤心早晚会过去的，真的。你应该多往好处想，这也许不是最坏的结果。对啊，艾哥，你想，如果你现在跟林乔真结婚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抚养长大，等孩子18岁的时候，人亲爹小人突然回来了，说那个谢谢你把我孩子抚养成人啊，但是对不起。 他不信金，他信人。你说你到时候你怎么办？就是啊，让孩子10几岁就开始胖，啊，越来越胖，跟小林似的，胖2倍多斤，跟你长得也不像，看着也挺奇怪的。那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他们。凡事啊，想开点。我建议你啊，要不然去山里待几天，把手机一关，什么都不想，就去呼吸那儿的新鲜空气，神清气爽，回来所有的事就都翻篇了。